现在呢，教大家呢一个皇帝的背影的玩法啊，这一套非常之神奇，一起大家来学一学。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呢，这里有四张啊，老 K， 一张是红桃的，一张是方块的，还有一张黑桃的，啊，好了，这四张牌呢有神奇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只要我们转一下呢，它这个牌呢就会有一张反过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是一张方块的反过来，好，我们再摇一下，转一下，方块就会出现，但是呢，另外一张呢又会反过来，啊，是红桃，好，我们再来一次，转一下，哎，它又有另外一张又反过来，现在是黑桃，好，然后我们再转一下，哎，马上这个黑桃出现，最后是梅花反过来。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红色的啊，我们摇一下，马上它梅花呢一样会反过来啊，很清楚。好了，然后你还记得后面是什么颜色啊？红色，错了，它是后面是啊皇帝的背后啊，很清楚啊，都是皇帝的背后。好了，看完这个示范之后呢，当然呢要学一个啊闪电数牌的方法，我们先去学一学这个基本的手法。好，再来呢闪电数牌法，你可以看到我手上呢有一些红色的牌背的牌，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啊，四张牌背。好，其实呢它只有一张是红的，其他都是蓝色的啊。为什么会讲呢啊，这是这个手法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呢就算加多两张进去啊，这是六张啊，那我们用中指跟拇指拿住，然后呢这个压住这个牌，慢慢的数啊，说这里有啊，只有一张是红的，其他不是的啊。那这是讲拿，用拇指头拿，对，拿两张三张四张五张最后六张。好，我们再来一次啊，一张拇指头拿，其实拿出来已经是蓝色的，两张都是蓝的，全部都是蓝的，三四五只有第六张啊是红的，其他都是蓝色的啊。那我们数一次给你看，正常的一二三四五六啊，给人家看起来啊，全部都是红色背，其实其他五张都是蓝色的，这个就是闪电数牌法。好，现在呢教大家呢这个艾尔姆之雷啊，这数牌法，这个是基本的数牌啊，把倒数第二张呢反过来，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那它是这样的手法，一定要练熟，不是呢很多牌组你都不会玩的啊。你现在看到四张是啊不见了啊，这个九为什么呢啊，那我们把它放在底下。那九为什么看起来呢不见呢啊，数四张其实是这样数的，先拿一张出来，然后拇指头一推，推两张，啊，有没有看到？推两张，啊，不管两张、三张、四张都是这样推，然后呢叠上去之后，啊，我们要把下面的一张把它抽出来，啊，然后呢，啊，就可以数出啊九看不到的了，一、二、三、四，啊，没有错了。啊，那我们再来一次，啊，一，两张一起推，然后啊，把下面的一张抽回来，二，三四，啊，对不对？反面的一张就看不到了，啊，那我们再来一次，一，二，那这样就错了啊，三四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啊，玩。啊，要重复的练习啊，不断的练习，讲四张啊。啊，现在呢我们加多两张啊，一样啊，把第二张啊放在
到手第二张啊，一样用这个手法啊，艾尔姆之雷的数牌法啊，数一样看起来是四张啊，其实它有很多张，还有一张反过来的啊，这个手法必须要练习的非常熟啊。好，我们再来数一，全部一起推，不管四张五张一起推，对，这样啊。好了，希望大家勤加练习。好了，学完之后呢，大家呢啊就可以跟我啊准备这副牌一起来学习。好，首先我们来看这副牌是怎么玩的啊。这个牌呢很清楚呢，它是啊有两张特别的牌啊。这两张牌呢，记住把这个有背面的这个放到整副牌的最后面。啊，这两张特别的牌呢，啊，这张红桃的，啊，是放在前面，这个放在这样，这三张牌呢可以随便你乱的没问题，啊，这样排列。好了，排列完之后呢，你就需要啊用奖拿，这样拿手给人家看，后面不能给人家看哦，因为后面是机关，所以你一定要这样拿一张。两张，然后你可以讲说黑桃，然后讲说第三张是梅花，然后这个按住这里啊，其实旁边还有一张，但是你按住就可以了。好，按住之后呢，说这里有四个花色，然后从这边呢拿住这个角啊，弄好这样，把这一张故意弹一下。其实为什么故意弹一下呢？给人家看这些牌是有背的啊。 OK，好，然后呢把它放在整放牌的上面。好了，然后你在转一下的时候，你说里面会有一张反过来了，已经，所以你用啊用拇指头拿一张，这样拿第二张，然后第三张。其实呢这里给人家看呢，这张是黑桃反过来，其实这里呢是有两张牌的啊。 OK， 但是这个玩家是不知道的。好，给人家看完之后呢，我们第一次不能反过来，第一次变不能反过来，第二次才能反。所以这一次呢，你转之后啊，你再讲分开三分的时候，说这一张是红桃，这一张就可以反过来给人家看一看，然后把它叠起来啊，说红桃啊，其实这里还是两张。好，然后呢你反过来之后再转，说红桃会出现了，因为它通常是第二张嘛，红桃出现了，然后啊，又有一张反过来，它是梅花。好了，这一次又不能反过来，因为后面呢是有机关的啊。OK， 好，然后再转一下啊，这个是最后一次。每一次你发觉红桃出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啊。红桃出来之后呢，啊，就要讲拿，开始变另外一种，把它讲，因为这里两张，对不对？好，放在这里，然后放在这里呢，啊。我们两张一起推上去，把按住这里拿出一张，然后它就会变出来，然后把这一张跟这一张呢一起推，一起推，推之后呢就问人家这一张是什么，他说是后面是红色，错了，皇帝的背后当然是他的背影啊，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些呢是经过特殊加工的，只要你手按住的时候一推推，它这两张牌呢比较会粘啊，但是又不会很粘啊，所以你要这样推就可以把后面这样给人家看啊。或者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啊推完之后啊把它转过来，这一张留在手上，这两张再给人家检查，但是这一张就不能给人家检查了啊，人家看完之后你就拿回来啊，这套魔术就完成了。好，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玩啊，一样是啊红心为主，我们把这个红心呢啊背往上面的朝上放在最底下一张，然后这个是正常的牌放在最前面红桃啊，然后这三张呢啊这样放啊，后面三张这样放，这三张随便你放哪里都可以，没关系。好，合起来之后很简单，后面不能交代，不能给人家看啊，你就这样
像梅花、红桃、方块、 K， 好了，然后把它合差不多的时候故意弹一下，把它红桃放回来，好了，放回来之后你可以凹一下，说自动会有一张牌反过来，然后一样用拇指头碰住这个前面这一张，一张张奖拿下来，啊，拿下来之后呢，记住这张后面是不能人家看的，所以啊，第一次是不看的，第二次才能看，啊，说梅花反过来了，好，现在再摇一下，啊，梅花会出现，但是另外一张又反过来了，现在是红桃，所以这一张呢，第二次你可以，啊，不经意的给人家随便看一看。好，然后再转一下，又说有一张反过来，红桃出现，啊，方块，啊，反过来，好了，第四次一定是红桃出现，啊，红桃出现呢，你就要清楚了，把这个合起来，把红桃放在这里，然后两张，这里是两张，两张推上去摇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呢一起推上去，然后问人家后面是什么颜色，人家一定是说红色，你说不是。皇帝的背后就是他的背影，就是他的背后，然后把他这个反过来一起给人家看，一样可以。这张当然呢不能给人家看啊，或者说你可以讲啊，讲推啊，一样可以啊，给人家看，好，就可以完成这一套。好了，那学会这个方法呢啊，这个方法呢，我看比较很多人啊玩法都是这样，但是呢我自己呢感觉呢它的玩法呢比较复杂，还有呢比较好像不是很好，所以我又想过另外一种方法来教给大家啊，这个方法啊是我想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来一起去看看。好，现在可以看到了这里呢有啊一些黑桃老 K、 方块老 K、 还有梅花老 K、 红桃老 K 啊，好了，我们呢把红桃老 K 呢反过来之后呢，我们呢只要凹两下，它自动会多两张牌会反过来，啊，就是啊有一张黑桃啊变出来，但是我们再凹一下呢，黑桃不见了，啊，变成方块凹出来，对，好，最后我们凹一下，哎，又不见了，方块变成啊这个梅花凹出来，啊，红桃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变，这是红桃，我们呢只要凹一下呢，它这个呢啊就会呢四张啊老 K 可以变出来，请问你后面是什么颜色的，后面啊它是不是红色，它当然是老 K 的背后了，对不对啊，好了，这个方法呢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还有呢它最主要是后面一开始呢四张都可以看到很清楚它是红色的背，因为刚才第一种的很常见的玩法呢它是不能看到红色背，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把它改一改，所以把这个啊怎么好玩的方法呢教给大家，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学了。好，这一套呢一样了啊，我们把它改良啊另外一种的玩法啊，这个就是啊我想的方法，好了，我们呢把这个呢老 K 讲啊背两个背啊贴在一起，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啊最后是这一张，然后我们呢讲合在后面，用一个闪电的数牌法啊，我们数一张黑桃、方块、梅花、红桃，其实这里呢有两张啊 OK 两张，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一张呢反过来，其实反过来这里是有两张，然后用我刚才教你的啊手法推一张全部一起推，然后说哎现在呢我们呢啊把黑桃编出来，这一张拿下面的一张，这个把它弄整齐之后把这个抽在第一张上面，然后我们再用我们教你的基本手法再数，说黑桃不见了变成红方块，但是这个要把它放高一点，这个放这样啊，所以这样你才能拿出这一张，然后拇指头这个手指头呢把它拉低一点啊，不能说这样哦，这样就穿帮了，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整齐把它拉上去，好了，然后一样用手法再洗，这个第三次呢一样把这个反过来，然后你说红桃比较特别，
好了，我们这个呢，其实呢，它有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可以讲呢，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讲用这个拿住，啊，这个就可以全部给人家看了，啊，当然呢，这个不能给人家看了，啊，现在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呢，教大家怎么玩这个啊新的玩法。好，现在我们呢再来另外一个啊角度，就是讲啊一样。红桃分这个是最后的，这样玩的时候呢，依然用闪电数牌法把它讲数四张，把这张呢反过来啊凹两下，说自动有两张反过来，现在呢只有一张黑桃反过来，但是神奇的事情呢啊，最主要再凹一下，要是用数牌法，这样把它高一点。从这边再拿，变三次就可以了，啊，好，